游艇局啊，在全国还是享有名气。游艇的水土好，吃到游艇的鲫鱼好吃，麻辣鲜香嫩。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。我是游艇陈鲫鱼陈清河。我以前不是的厨师，我父亲教我做那个鱼，那个时候他是都是家庭主，走起来吃。做那个鱼啊，都是九几年，以他那个为母子，另外我那个又添加了一些东西，像我们生意好的时候，千多斤一天。吃鱼没得？我也不弄。吃了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从小到大都是吃那个游艇鲫鱼长大的。这个鱼确实板扎，非常不错，味道这样子好。经常过来吃，这个吃起又嫩又板扎，真的是相当不错。他那个做法呀，也不是的很奥妙的很。鲫鱼呀，主要是选料选得好。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在屋里打的是河边去捞那些小鱼儿。等现在的条件好点了，我们打的还有粮食、胡豆腐那些能不能喂的。那个鱼弄起来，洗了过后，鱼大个点的，你就花它两刀；如小了点，你就不需要花，很简单。然后呢，盐巴、姜、葱子、料酒。跟它一拌起，把它和了和了，软到那个当，软它个几分钟，你就把锅里的香料留了开浸了，分了和油，弄起来它好吃些。花椒、大蒜儿、调料，长了过后，你才能把高汤，没得高汤就是水里头的，按着去煮。煮个十大分钟，你把料酒倒进那里头，你把葱子啊、芹菜啊给它丢进去煮到里头，火候一定要掌握到，煮个八成熟都可以了。你拿那锅出来舀，舀到那瓢儿来，锅出来搞那么散，散到那鱼都能啪嗒啪嗒的了，像当东西啊那个扁的那么散散的了，好，你就捞起来就起来锅了。鸡精、味精要放到放暗点，起锅的时候再放。为啥子要放点白糖啊？海椒本身是辣的，吃起嘴巴都有点潮，它不得钻舌头，损火。炸油啊，冷油，你就把那花椒放下去，煎一下，然后你就马上把大蒜、姜放下去，好，内里煎差不多了，你就把胡辣块儿一丢点在里头，不要炸老了。将将要糊不糊的，你得舀点那个甜酒水，给它一碰到里头，哎呀，香味儿哈都起来了。一煎起来过后，你把我把调料舀他妈点里头，最后一道，对吧？小葱子腌的那个的，端上桌子是刚合适，那一定，这都是那么简单，没得啥子主食的。麻辣鲜香嫩，来哟，干鱼喽！每个都没等你们喽，吃了鲫鱼，男同志吃了强壮，老年人吃了长寿，女人吃了漂亮，小孩吃了聪明喽。我说现在七十几了，你看没有点红事的，都是吃鲫鱼那么吃起来的。吃鱼啊，要先从那膀子上那么一剥，那个肉都出来了，再点背，再一点那个香料，最后再把嘴巴亲一下，安逸得很。吃了够，那鱼头了都没得了，挑一挑的。因为我们那个也是老字号。又是非遗，又是我们祖先留起下来的，住了几十年了啊！所以我的女婿当了兵回来，又把我们那个牌子继承下去，步一步的来。一个人呢，你不要内山望到那山高，我都做鲫鱼的一样，都把那个品牌都做起来了。你只要下狠心做了一样，他就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天我在谈笑，我老母亲吃了那个鱼，我现在都打不赢他。我们那书记说的，那我还晓不得，现在打不赢你妈。最后我在跟他说，我那是妈都骂我老母打赢嘛，把我们现在都得好笑。我喜欢谈点笑话，说吃了鱼啊，有那些好处，还有去红事的，它本身在水里鼓起的嘛，那个鱼买卖，说你人有点红事一下，吃了鱼好得很。我说现在七十几了，你看没有点红事的，好多年轻人来说，我是啷个保养的？我都是吃鲫鱼那么吃起来的。